爸，我想家，我不想念住宿学校。你送他去念住宿学校的理由是什么？希望他不会变坏，至少有人帮我看他几点回家。早一睡觉就会开始想家想妈妈，同学就一直跟我说你就数妈妈，数数就睡着了。我们学校他对于男女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严格，教官会马上广播说，在哪里哪里那一对男女，现在立刻给我分开。所以说，对，今天晚上九点钟，爸妈酒很大。